在被人抢走的路上，他不会跟叶家辉出去了吧？准备好跟我约会了吗？喂，哎，丽丽，我钱开业，是老师你，张老贺吧？对对对，哎，何顿呢？他去哪儿了？ 不好意思，恕不封告，没事我挂了啊。哎，你先别挂，你能不能别学贺顿？怎么能不让人把话说完呢？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呢，你大可以再换一个搭档啊。说不定下一个就更乖、更体贴、更粘人呢。丽丽，我知道你在为贺顿抱不平，我也知道贺顿为什么生气，我特别理解啊。但我跟方宇轩真是个误会，这之前只是他单方面宣扬我喜欢他，不信你们我们台里面的人他们都知道。 而且这事我跟贺顿的解释过了，那我就问你一句啊，你现在对我们家老贺那么好，只是因为他跟你是搭档关系吗？他是我搭档，我肯定得对他好啊。但是，我也不是对每一个搭档都那么好。哼，行吧，老钱，我就奉劝你一句啊，这个男人呢，如果能被迫接受，说明还是不够坚定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家老贺也是很抢手的。 说不定哪天就被人抢走了。你好自为之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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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哎，那你现在能告诉我了吗？他到底在哪儿啊？我有重要的事找他。他呀，好像是被人抢走的路上。在被人抢走的路上？他不会跟叶家辉出去了吧？ 谢谢你，赶快告诉我他们去哪儿了。我可不会告诉你他们准备去吃浪漫晚餐啊。浪漫晚餐？他们去哪儿吃的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行，丽丽，我回头请你吃大餐啊。那我就不客气。这太没诚意了。 不是来找你朋友吗？这些都是我朋友，我在这工作。在这儿工作？健康顾问，身心都需要照料。这是我奶奶住的养老院。叶医生，奶奶，你见过的，上次在我家。那，你怎么没有提前跟我说呀？你要是说的话，我就提前做准备了。现在两手空空的，实在太不好意思。没关系的。 奶奶不在乎这些，奶奶跟我说，她想跟这些老年人在一起安度晚年。但我知道，她其实不想增添我的负担，我拗不过她，又不想让她得逞，所以我就来这应聘了。能有你陪伴挺幸福的。是我幸运。其实我跟云奶奶很有血缘关系，但胜过亲人。 小时候家里爸妈总不在家，都是云奶奶在照顾。每天放学我就去云奶奶家蹭饭吃。到了后来，即便家里有人也不愿意回去，就愿意跟奶奶在一起。今天实在抱歉了，我擅自做主带你来这约会。一会儿我们就进去陪奶奶坐一会儿，聊聊天。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，你就把手搭在我手上，我就带你出来。